快走两步啊，一身梗肉。宋小峰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上个洗手间，这家让你喊的，喊个昏天暗地呀，这家。你要是再不出来啊，我都打算报警了。我以为你让洗手间绑架了呢。洗手间是我们男人充电的地方。充电，你信不信我让你断电？我信。一天天磨磨唧唧。等会儿啊，咱俩。你坐那儿干啥呀？不知道还以为咱俩玩跷跷板呢。过来。这不是保险公司吗？又来这儿干啥呀？又要买什么保险呢？七年前呢，也不知道是谁哭着喊着求我跟你买恋爱保险，不记得了。七年前，我求你，哭着求你呢。我，哎呀，我求你，哎，那当初的誓言都忘了？还有誓言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天哪，我啊，亲爱的萌萌，轻轻一吻告诉你我相识是缘分，热烈一吻，哎呀，告诉你我对你一见倾心，哎呦你，久久一吻，哪怕宇宙毁灭我俩不离分。哎呀，哎呀，说说吧，什么感受？我发现我七年前这也是个小渣男呢，我呀。年前嘛，人说了，只要咱俩能保证恩爱七年，就能领到现金10000块钱。今天正好第七年。对呀，媳妇儿，我记得这个事儿啊。嗯。这么说，咱俩见回头钱了，这不是吗？媳妇儿，那我求你个小事儿呗。咋的？那10000块钱领了以后，能不能给我换个电话？那不前两天刚换的吗？这电话，你数字电话，你。这玩意儿上不了网啊，他呀。你上网要跟谁聊天啊？你不就跟我聊吗？有事打电话得了。不是，我想玩那个微乐游戏，免房卡的，可好玩了。你等先拿着钱再说吧。谢媳妇儿。有人吗？尊敬的顾客您好，我是保险公司的金牌销冠小管。买一份恋爱的保险，让你的爱情保鲜，爱他就把它规划到你的未来里。如果你坚信爱情，大江这会是一份最好的礼物。哎呀，说得太好了。哎，我就是来领礼物的。哦，你记得我俩不？我跟我男朋友七年前在你这儿买的恋爱保险。哦，哎，今天来领钱了。没问题啊，只要能够证明你们足够恩爱。明白，你放心，我俩在一起七年绝对恩爱。恩爱，恩爱。小峰啊，哎，反馈好。看到了吧，手都握上了，我俩处得像哥们似的，非常恩爱。啊，怎么样，能不能再恩爱一点？哎，别过分啊，握手已经是底线了。不是，大哥，你们这恩爱的程度不能足以兑换我们的这个恋爱保金啊。那怎么不能兑换呢？那不够恩爱呀。这我俩一起七年不恩爱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吗？是，我知道。我说你这就是骗人的。是当年忽忽悠悠的。没有，我虽然说今天没喝一瓶啤酒，但能不能我说句话？说这样。嗯，10000块钱不要可以。嗯，能不能给我个电话？嗯，电话还合计电话呢？不是，我就你有那脑子想想咱俩怎么恩爱吧。不是，咱们说心里话，你们这都是正规的保险公司，做人得讲诚信。我知道，咱们说心里话。咱们哎，这么巧啊！你个起来吧你呀！这么大体格子你。宝宝，我们到了。啊，这就是你说的最浪漫的地方。是啊，你看，来这里的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。不是那个，你确定吗？不重要，宝宝，
你把眼睛闭上，我给你准备了惊喜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姐妹，你能帮我录个视频吗？我想见证一下我最幸福的时刻。我来。哦，行。真好啊，太好了，好，嗯，好。兄弟，那电话干啥买的？这好啊，高峰。哎，媳妇儿，到时候你就给我买这个电话。你好好给人录。真灵，这电话。快点的吧。真灵，这电话。一汪水似的。我有点紧张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喜欢吗？特意给你买的老婆饼。啊，喜欢，谢谢啊。哎呀，不用了，大哥，谢谢啊。宝宝，那你知道为什么叫老婆饼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始于月老，终于孟婆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看看人家，这叫恩爱。这算啥恩爱呀？不亏我提前有准备。媳妇儿，来。干啥呀？媳妇儿，你站好了。老公送给你一个烤地瓜，吃完以后你就是个大傻瓜。走，媳妇儿，他们这都是老公玩剩下的。你知道世界上有老婆饼，为什么没有老公饼吗？为啥呢？因为老公在这里。哎呦，我天！这也太油腻了，好玩吗？姐妹，好玩。他是救过你的命吗？也不能这么说，我俩在一起都7年了，你看看咱长得，你看看咱这个头，好歹是个男的。来，我们欢迎二位。哎呀，二位真是月老的满分作品呀。这来我们这儿人要都像你们俩这样，那我们可就赔死了。哎哎哎，我俩也不差啊。希望你拿我俩当人啊。哎哎，来，咱坐下聊，坐下聊。来，我给你们讲讲我们这个恋爱保险。好啊。你坐这儿干啥呢？这儿凉快。你继续。行，来，你们看一下啊，只要你们二位有信心能够相亲相爱共度7年，就可以凭借结婚证在本公司领取10000朵爱情玫瑰或者是10000块现金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们没有结婚的话，只要能够证明二人足够相爱也是可以领取的。哎，宝宝，那你说咱们到时候是领取10000朵玫瑰还是领取钱呢？当然要选10000朵玫瑰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每天送你一朵的话，可以送你27年零3个月。哦，宝宝，哎，过来。哦，你看粘的呼哧哇的，你这，我问你，10000块钱跟10000朵玫瑰，你选啥？我选10000块钱。为啥呀？10000块钱能给你买多少个大肘子吃啊？剩下钱还能够买几个电话？还电电话？兄弟，能借一步说话吗？那个哥，你有什么事在这说吧，我1分钟都离不开他。你这话说的，你说像我俩离得开似的。哎哎，不好不好，丫挺啊。兄弟，听哥们一句劝啊，这个地方不给钱，骗人。谁骗人了？只要你能够通过测试，这钱马上就给你。什么测试啊？恋爱亲密关系测试。亲密关系就是证明你们是天生一对儿。哎，那我们也得测呀。宝宝，我对咱们的感情有信心。对咱俩的感情有信心呗。夫妻同心，400多斤。好，咱们现在就开始测试啊。当然了，咱们测试之前两个小队各取一个名字。那我们先来。宝宝，你看啊，我叫天福。你叫小婉。对，那我们就叫天福小婉一定行组合。好啊好啊好啊。哎，好啊，好。不
太好了，跟你名字太贴切了，好，真好啊。哪贴切呀？哪儿贴切了？你看看，我给你剖析一下啊。别说话，别说话了，行不？你想想，咱俩叫啥？你叫啥名？啊，对，叫蒋诗萌啊。我呢，宋晓峰，宋晓峰，蒋诗萌，蒋诗萌那个宋晓峰。哎，我们的名字叫风狮组合，啊，怎么样？好不好？绝了，风狮组合，风狮，那道儿都走不了了，可不绝了吗？我想一个，风狮不行。我问你，我刚才光光打你，疼不疼？疼。痛不痛？痛。你叫什么名？宋晓峰吗？痛风组合，好，绝对叫痛风组合，这名绝对能赢。来，那接下来咱们首先测试的是亲密程度测试，甜蜜瞬间四连拍。好，相亲相爱，相敬如宾，相濡以沫，相伴一生。哎呀，咋呀？这干啥呢？这怎么了？这是？哦，你干啥呢？啊？干啥呢？这是啊？无言的一生啊。行，那这一局咱们就算一定型组合加一。来，咱们坐下聊。你也什么玩意儿你？接下来呀，咱们是提问环节。咱们女士啊，一般都是包治百病。那么请问，男士喜欢什么包？我来。男士不喜欢包。我喜欢你也不给买呀。你们先来啊。好，来。宝宝，宝宝，我要送你包。好，我要送给你双肩包。哎呀，单肩包。哎呀，腰包。哎呀，还有我这个小宝宝。对，哎呀，真好，真好。你俩是不是练过杂技呀？啊，整真好，我腰真软，我啪啪来回飞呀，啪啪。起来。啊。我要送你包，快！媳妇儿，不要包行不行啊？老公，我想送你一个单肩包。来不了，来不了，来不了！不行，咱就放弃。不能放弃，我还有招。就整咱俩平时玩那个啊！啊，行。预备，走。啥不啥？啥？豆沙包，滚汤，这豆沙包，这个好。还有呢，哎呀，这是大沙包，这也好。还有吗？行，宋晓峰，我问你，我刚才打你，你疼不疼？不疼。我打的好不好？那好。你委不委屈？不委屈。给我跪下！这又是受气包，这个受气包，这个好，最后一个啊，老公，那我是你的，这是我身上长的包，这分咱得着了，咱绝对得着了，扳回来一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了默契测试，默契啊。你这我俩在一起7年多，他俩在一起没几天，论默契，你别说我们欺负他们。话别说太早啊。默契测试最简单的，闭眼击掌。哎呀，我有点紧张。没关系，宝宝，有我呢。好，一二三，咦，又来了。你老抱啥玩意儿？你成天抱，你抱多少回了？你俩可不咋的，后面这拥抱有必要吗？习惯了。你这是老抱啥玩意儿呢？你们来，宋晓峰。哎，这儿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啊？有。站好了，闭眼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哎呀，好，哎呀，好。你这干啥呀？跑这挨打来了？媳妇儿，你挠的真好啊！你不光是挠，挠完还得抠我一下子。哎呀，宝妹儿，你看不看着？啊，我们夫妻默契吧？是我是让他打哪儿，我让他打着。哦，如果我不想让他打着，你嫂子一下也打不着。是吗？哎呀，这家伙给你吹的，看招！嘿，嘿，嘿，怎么样？厉害！
我还真没打着哈。哎，撒！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也是一种另类的默契。你就不知道让着我，你让我打一下能咋的？就不让你打着怎么的？哎，你不，别别别！你这人挺厉害呀、啊，守着这母老虎，你不会的功夫整不了他。姑娘，发现这姑娘，咱整的挺明白呀，你啥招教教我？那个，你说点他爱听的话，打动他。他平时最爱听什么话？哎，跟你说啊，他最爱听我和前女友的故事。刨根问底的，我都每次讲的我都讲的特别有劲儿。哥呀，那你能活到现在纯属体格子好啊。我真是不知道教你啥。他有没有啥招我教教我兄弟。你这样这样，这个书送给你，回去之后好好看看啊。还有秘籍呢？必须的啊，男生恋爱必备秘籍、哎、现在你甜言蜜语不是还这招手册如何化解恋爱危机。你别看，哎，不是他天赋，你就拿这个对付我是吧？我是啊，太过分了你！这什么呀？这是哎，小姑娘，别这东西往哪了？什么东西？哎，等会儿，哎，什么玩意儿？哎，查男朋友手机怎么不被他发现？做爱情的女王，恋爱需要设计，男友求生欲测试5.0版。哎呦我天哪！不是，张小婉，你可以啊！哎呀，这个真是知识改变命运呐！哎呀，这谈恋爱还有这玩意儿吗？哎呦我的妈，你俩累不累呀、啊、能不累吗、啊、天天跟考试似的。哎，每天背这些情话，求生欲测试，口红色号，最可怕的是拿两张一模一样的照片问你哪张好看。哎，猜错了就不高兴。你说谁能想到他把分叉的头发给劈掉了。哎呀，这也太极致了。我每天 P2P 2个多小时，你跟我说一模一样，我能高兴得起来吗？我不就想让你哄哄我吗？我每次为了跟你视频10分钟，我化妆都化2个小时，我就想在你面前完美一点吗？化2个小时比刮大白还繁琐呀，这多少道工序呀，这2个小时。哥呀，我这曾经也是双弹钢琴的手啊，自从在一起之后回消息都回出茧子了。哥，你在微信上写过小作文吗？你知道微信对话框的字数限制是5461个字吗？哎，兄弟啊，微信是啥呀？跟你一比，我瞬间好多了。其实啊，我听明白了，你俩的心中呢都有彼此，就是少了一点点真诚，真诚多一点就能在一起的更久一点。你说这世界上哪有人是完美的，哪有情侣不吵架？但那句话说得好，吵不散的才是真。好，媳妇儿，你说的真好啊，吵不散的才是真爱啊。这么说刚才俩吵架你是不是不生我气了？你那是作死，跟人家情况不一样。一点浪漫都不懂，也就我能跟你过这么久。我在旁边呀也看半天了，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。恭喜你们通过测试，获得恋爱宝金。我得了。那你们是选择10000块钱还是10000朵玫瑰呢？10000块钱。没玫瑰。没抢过你，我磕巴了。你要玫瑰干啥呀？送给你媳妇儿。刚才你说的太好了，刚才啊让你们两个小年轻人给我上了一课。原以为啊我说生活中这种仪式感呢没有什么必要，但是今天我感觉到仪式感是生活的调味品，有了仪式感才让你平淡的生活才能变得有滋有味。7年前是吗？我立志发誓要赚大钱回来娶你。7年后我失败了，但我小有成就。我攒钱为你买一套房子。是吗？希望你嫁给我，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。
你帮我忙，帮我忙，帮我忙，在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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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隔着这七年，你自己在这憋大招呢。你有啥困难，你告诉我，咱俩一起努力不就完了吗？丫头，媳妇儿，以后我只管赚钱养家，你在家里边负责貌美如花。三年生俩，咱们得提上日程了。要我说呀，就得五年生仨，咱俩这么好的基因不能浪费。必须的。走，兄弟，你的电话不错。我买的电话，你们买，他的电话好看，出门就买。那个，要不咱俩也彼此真诚点，就不用那么累了，别生气了。咱俩不还订的烛光晚餐呢吗？哎呦，不吃，别生气了。吃那个干啥？又贵又吃不饱。咱还不是整点那个大肘子、蘸酱菜啥的。再续两瓶辉山鲜博士，多喝鲜奶好体质。你等我。看见了吗？可以过得像偶像剧，也可以过得有烟火气，这就是爱情。